好不好？啊，我都想要嘛。啊。那这个咋整呀？这没有多少呀。啊。这是海里的那种海盐，然后结成的大颗粒。哥姐姐，你们有没有想要的？就是自己的爸爸妈妈想要的，想要的可以给哥姐姐。想要的，然后我就给你们，叫他们给你们上一点，哥姐姐。不是这个剁太麻烦了，你知道吧？而且都得现在，对，现在这个晒盐太难晒了，都得是海里的这种盐，而且特定的这种盐，都是大颗粒的这种盐，很难晒。来，这个给你妈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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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？嗯，谢谢，等下我拿回去给你妈就是。谢谢，真的，哎呦，太感谢了。我跟你讲，老舒服了，你就冬天以后。你就是扶扶腰呀，扶扶肩呀，扶扶肚子呀，扶扶膝盖呀，然后这个脚，对，这个脚，主要是我妈的话就腰酸背痛的那种。还有一个李总，啊，就扶这个脚心，这个脚心扶完以后，那个脚底那个人老、啊、脚先老，他、啊、这个脚扶扶以后，那个寒气都往下排，那个脚、啊、脚的寒气，知道吧？这样，那、要不你等一下再麻烦再送一个给我的。给我的就是娘娘，就是佳薇的妈妈，再给她送一个。哦，那让叔叔带回去。那个，咱一共拿了几个嘞？郑姐，我妈妈不用。拿了三个是吧？三个。那就给你妈，给你妈再拿一个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不，我妈妈不用。女人特别需要到冬天，知道吧？特别是年龄大了，人体代谢比较慢，对不对？你拿三个，这次拿你拿几个吧，都。谢谢郑姐啊，谢谢。谢谢。真的，哥姐就你这样吧，你给我直播间的也上个，你跟上一点嘛。他们也是我的爸爸妈妈一样的。也要嘛，直播间有多少要的？你直播间也要嘛？对他们一直都要的。郑爱萍说：“郑姐，我也要一个。”然后微笑晴天说：“也要。”我的娘哟，大家你们都要。哥姐姐，你们想要的扣个一，哥姐姐。扣了一的，就如果说谁扣了一的话，你就给他们上一点吧，就前面扣一的，好不好？我看有多少扣一的吧，我看一下吧，我的去，那我得先给你看一下有多少吧，看有多少了吧。哥，这个很好，真的。比如说哥姐姐，这个是真的，我们上了40岁、50岁、60岁都需要这个。它是三个档次，这种温度哈，真的是太好了，因为我受益了，我朋友受益了，我这次来专门给那个。给他爸爸妈的，叔叔，你好一点没有？刚才那个好了，就马上就有效，对不对？这真的。是的，我爸爸他说都不怎么那个酸了。啊，行，你就回家，这个大哥拿回去用就是了，知道吧？用一个冬天。不是，你看我就是直播间也想要。也想要嘛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，那咋整？上一点吧。上点啊，上一点嘛，好不好？行，咱也没有外人，都咱自家人，咱都想身体健健康康，可以上，没事。那个吧，你这个是多少钱呀？我跟你讲哈，你咱不用说了，光这个盐，你点点，这里面全都是大海盐，而且是结晶的那种粗粒的海盐，知道吧？这个都好几斤，我这样的话，我光做工的话都得100多块钱了。光加盐加做工加这个电线啥的，包括这个绣花都得100多块钱。你们拿去批发，你们是卖多少的？我们批发的话也得接近100块钱了。批发是100块钱吗？对。100块钱也可以，这个可以啊，这个的话就可以。哥姐姐，100块钱可不可以？哥姐是说你们？我都是用的好的线，我是用好的开关，我也是用好的那边盐，我是精挑细选的，就咱自己家自己用嘛，也是精挑细选的。这样吧，你就，我要是用那种便宜的那种盐呀、啊，那种太便宜，不起任何作用。那你是多想给他们多少？那个咱啥也不用说了，然后我做不出来多少，因为全都是手工往里边续盐，然后大颗粒盐都是海晶盐，知道吧？而且对我们身体也好，咱们要就叫个还有的朋友我看打3.8块的那个咱不要打。3.8块连电线都买不到，但是我包你用这个电线里边都是粗线，如果加那种细线用的都不安全，我说的对不对？所以说咱用就是用好东西，你不用说，如果说
能接受这个价格的咱去拍，如果说接受不了的话我也没办法，因为本身也高姐姐对就是很好的，也做不，你看我也做不出来多少，知道吧？大力，对对对，那个吧，我给上好五十个吧，上五十个，五十个的话咱也不用说了，我直接就是89给大家上。89，对对对，也不用讲价，就是、直接89上。对对，不用讲价，因为这我本身是不卖了，你知道吧？我是给89可以差不多了。啊、对，89可以了，哥姐姐，这个的话我们不要给郑姐再。我跟你讲，我是给您妈妈一个，给她爸爸一个，给她爸妈妈一个，就是我直接三个，没想到在直播间里卖的，知道吧？真的没想给直播间卖，能接受的好的东西的，咱去给大家一人拿一单，知道吧？如果说你要是接受不了的话，咱说实在的，我这个真的不想在直播间里卖。你说是89是不是？啊、对。这样吧，叫哥姐姐不能再人，这个是很那种了啊。嗯。这样子嘛，你们真的是说了不是这样，不打算卖。姐，你多少？你这说了多少？89是吧？对。哎。89可以。89真的是哈。是可以的。对，我也觉得这个时候哥姐说啥89上吧，没有多少，我也做不出来多少，你知道吗？哥姐姐，姐，那你不要靠那种了，哥姐姐，我们不能。他们扣多少嘛？虽然她是我的姐姐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能就这样了，对不对？68。他们说是扣68，不行，不行，哥姐姐。89就89，要不就再少一块，88。一块，我走不了。全拼吧，88打在公屏上面。88打在公屏上面，哥姐姐，人不说，人是这批发价格了，知道吧？不能再这样了，哥姐姐，因为他那种，知道吧？这样，老王，那个，哎，准备一下，你边我再放一个中药，打了88的全部统计一下。好的，因为没有多少单，哥姐姐，你们不要乱打啊！你们乱打的没办法了。打88的给吧，要不然你对你统计打了88的全部统计起来。对，好的，哥姐叔叔阿姨，88的全部统计起来。然后这样打了88的，这样吧，哥姐姐，我们不能让别人补了，知道吧？这样吧，我哥姐姐我自己补一点好不好？哥姐姐好的话，哥姐姐你们打个好，但是我们不能让人家真减补了，这样的话人家说批发价格，哥姐姐人家不能这么，人家做工，你看这个哥姐叔叔阿姨，对不对？你看可以扶着你的，对，姐姐和阿姨啊，姐姐和阿姨真的把这个带回去，每个月的那几天可以拿来扶这里啊，对，不是，还有主要是真的不能让他补了，就像我爸爸就这样来，哥姐姐就这样吧，我89我补10块，就79，我补10块20啊，补20吗？哥姐姐20就是69，这样吧，哥姐姐，要不这样，但是我补不了多少单，我就补哥姐姐，我就补你们在的，你们抢不到就不要怪我，好不好？我直接我就不能补10块，我直接这样吧，哥姐姐，20，等一下，补10块钱。不是你要干嘛的？这样我自己补，我自己补，好，我就不要你补了，我自己。不是你补啥呀？你补啥啊？行，你补。对，你看你多孝敬，你太孝敬了。要不你补10块，再补10块吧。你再补10块吧。哎呀，你都开金口了，都是自家人，给老爸送了，给老妈送了，我再不补10块钱，人家又说我了，不大气了。行，补10块。79是不是？79。好的，哥姐姐，那就这样，他补了，那就因为这个的话，哥姐姐想要的扣个一，这样扣了一的，这样吧，哥姐姐，你们一直这么支持我，这就是小你，对不对？郑姐也在他一下了，真的我们不能让他补了，就这样吧，哥姐姐，88不要了，七十八也不要了，就直接59上车，我自己补啥、其他的我自己补，那就贴个邮费啊，你啊，就像他们有哇，邮费都多少钱了现在？邮费都87、8块了。7、8块，哎，也没有多少要的，没到要的是吧？没到要的，咱就上就行了，小左来、上车59。哥姐姐，但是你们拼手速啊！如果说拼不到手速，那就没办法了啊！哥姐叔叔阿姨，3、2、1，上车了！哥姐姐，这是有点心意。这东西真的是不用不知道，一用你就知道真的有多好，看到没？女人可以这样敷，对，女人可以这样敷。这是我们的子宫，这是我们的带脉，后边是我们的腰，八髎全部在后边、啊，然后这样敷起来，你就插上电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直接敷后边，看到没有？直接敷后边，而且。
而且整个后背后脊柱直接这样敷，来直接这样敷，看到没有？来，直接我不乱说，来，有很多话人别不让说，看到没有？也可以这样敷，知道吧？然后腰，知道吧？然后小肚子，然后还有这个肩部的很多这个地方凉的，你就这样敷，知道吧？还也可以这样敷，膝盖也可以敷，脚底板也可以敷。都可以，有三个档，你不知道它有，我跟你讲哈，这种产品你们收到货以后，你先试去先去试用，试用了过年，你看你的身体有多好。因为刚才那个朋友说你在直播间里不能讲这些东西，我就不讲了。59块钱，咱说是一包两包要烟钱，直接是不是就不要了？对哥姐姐，就我自己贴吧，就是反正那些哥姐姐，我要给她算的话，给她算88，然后这59的话，我自己来补贴啊。你们去抢，因为自己的爸爸妈妈、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你们就像我的父母一样，你们也需要这个东西。这个的话，我也拿去给我妈妈、哥哥姐姐，因为我妈妈经常知道吧，她经常这样的。然后这些地方，然后这个的话就刚刚你看这样可以就直接这样的。哎，对，它是加热的，里边是海盐，知道吧？然后我们里边有一张卡片，你收到货以后，那个卡片上面写的明明白白的，你就看那个卡片，知道吧？不会漏电，非常安全。我们是全部用了粗的那种线，非常安全，符合国家标准。要不是不符合的话，我们也上不了这个链接。来，直播全部直播间，哥姐、叔叔阿姨，能不能先谢一下儿子，好不好？谢谢儿子打在公屏上面，好不好？谢谢李总，谢谢李总。没有，直播间的爸爸妈妈们啊，然后你们去拍就是了，抢得到就啊。然后我们你们收到货以后，里边有一张卡片，这张卡片里边上面写的非常清楚，你看一下上面我不能说的，卡片上面全部都有，知道吧？你直接看卡片，知道吧？我希望大家就身体棒倍棒，知道吧？来，行了，这个就下了吧，不能再上了哈。对，父母没的，哎，你太孝顺了啊，真的是太孝顺。